选择一下光源，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它就很适合搞得蓬松一点，就是你开可以那样随便乱甩，然后它就会稍微蓬松一点，嗯。女总裁，真的假的？人家女总裁不应该才搞那种齐刷刷的润感胶吗？我调屏幕。挺 swag，这是想么形容？但是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造型，好像是一个哪个什么，什么马场是不是？不知道，好像不关注了。我发现我好像还没有那种特别 swag 的，T 恤，我就是我们那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要穿 swag 一点，我就只能拿出我一件纯黑的 T 恤，但是主要是现在 T 恤也太多了，就是说。眼影，我今天就是认真的画一下，而且你们要看我这个眼线，这个颜色，现在眼线画的是一个蓝色眼线啊，然后，然后哎，合影，生日是有一个助演，但是他还就是还没叫我去排练呢，我还不知道要跳什么。那就是有点蓝紫蓝紫的那种眼线，是的，是的，就是那个眼影。对，我本来想就是在那个啥的时候，生日环节的时候，我想先夹一会儿，因为我怕生日环节站那么久，头发就塌了，所以我想先夹着，然后等跳舞的时候再卸掉，然后就忘记了。对，深蓝色。其实不瞒你们说，我的。那个啥，我的睫毛也是用的蓝色的睫毛膏，但是因为它好像涂多之后就看不出来蓝色，也可以当做是造型了。我觉得并没有非常突兀嘛，怎么就觉得很突兀？没有没有，把灯关了会好点，好像还行。哎，不错，也不是。可能是没睡好吧，我发现我也是，就是我眨眼频率也很高，而且眨眼很，是的，我在后面也卡一个，在前面也卡一是他现在都太绿了，我刚好就是，前段时间不是买了个那个染发膏嘛，还没用，想可以，等明天没事了自己搞一下。我也不知道表演啥，不过昨天确实睡得很晚。这个，还不错。就是我觉得他那种褪了一点之后会显得有点旧旧的，我不想要那种旧旧的，哪怕是那种颜色深一点的话也还好，但是会觉得不是很，就是很陈旧。对，过眼镜头上会是那种灰灰的颜色，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我当时染的就是想要一个那种雾霾的感觉，也没有啊。虽然说掉的确实挺快的，洗一次就差不多不是那个感觉了。但是低饱和，我想要那种灰灰的那种感觉，但不想要绿绿的。灰灰的也不错。发根哪能是墨绿啊？发根是我本体的黑色啊，我就是说本体头发，头发本身的黑色，长出来头发那可不是黑色，有的。
十号确实还没确定，老师他一直也没有给我消息，但是我觉得或许可以吧，就是按照我的预判。因为我其实昨天也把，会，我昨天把眼镜戴过去了，但是忘记戴了。真的吗？真的有绝了的感觉吗？我觉得就是这个下眼影啊，就这个下眼影画的非常就是浓重热烈。对，我就觉得越蓬松越显脸小，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后台，我就在这搓。我也在搓我的头发，别人都是拿梳子在那里梳，然后我就不梳，在那里搓搓搓。有，在呢，在呢，只不过今天想戴，人家觉得这个金边好看一点。好久没戴了，不知道它现在还正不正，是不是都歪了呀？好久没戴，但是这个确实是干显脸更小了。洗不洗？因为我觉得跳那个舞需要带个那种金边的，就是感觉更酷一点。一下感觉风格转换了。啊，no，我可没说。对，因为它那种很大的话，就感觉戴上去就感觉圆圆的，脸都变圆了，吸不吸？说好显聪明，我怎么觉得是在阴阳怪气？但是我没有证据。不过确实最近好像在学校也不带金块。这个人怎么一阵一阵的？一段时间就超爱戴，一会儿又不想戴了。又开始了 是的，今天也点了呢，因为在后台，今天就专心不是专心，专心钻研了一下妆容。然后就那里这花一点，那花一点。我发现每次时间一多，我就开始就是不停的加重。本来眼也没画这么重的，我就是画完之后闲得无聊，然后我又画了一圈儿。其实平时都不戴，因为我就是舞蹈课什么戴镜框会就有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是习惯了直接戴隐形眼镜，戴美瞳。这个画了很久，今天。为什么？好困。对，就是怎么说呢？我发现每次跳舞的时候，都是前期、初期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使蛮力的那种感觉，跳到后面熟了就会稍微好一点。我记得我最开始跳忍者的时候也是，跳的就是整个人要把自己甩飞的飞起来那种感觉。嘿嘿，这个闪片是我超喜欢的闪片。前几天忘记涂了，就是前几场公演忘记涂了，今天因为时间。比较充足，然后就吐了。越踢越高，笑死！
我都没在意，没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是颗粒丢丢。我刚刚那个啥的时候，这个是两个对称点，笑死我了，而且都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啊不，这个倒没事了，就是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我上次的那个啥，我记得那次公演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护膝，就是我的那个薄薄的那个护膝，不知道为啥就不见了，我大无语了。我就因为之前别人跳的时候也是直接跳上去放我袋子里嘛，然后之后我跳的时候就找不见了，然后那天就是带了一个后台那种带海绵垫的这么厚的那种，就超级丑。我看那照片，然后看那个回放也是超级丑，鼓起来一大块。保护好了，非常保护的非常好。咋能看到葛那远？葛那老远能看着吗？为 什么加强版？那个显腿粗，就是那个太厚。我控制控制。不咋地就完了，是我以后还是要在广场舞领舞的，我现在得保护好我的身体，哎呀，本来也就没啥贵的动作，就是整场贵的没啥贵的那种。那种倒也有，但是那种靴子一穿上就不是那个风格了，就是那种过膝靴一穿就是那种性感的感觉了，就和那歌不搭了。那个歌得穿那种靴子，你说那种前面有那个绑带的那种靴，那个滑出来不是靠膝盖滑的感觉，可以。哦，Feeling You，我之前那个皮的靴子贼酷。但那个不是特别好跳舞，真的吗？不是自己人夸的吗？哈哈。为什么突然一下感觉脸圆了？是我错觉吧？一定是我错觉。好，下一个话题。夸着夸着就变自己人了。好的，恭喜恭喜。就感觉我头发长太快了，现在才意识到，之前只是就是刘海，就是能意识到刘海长得它就很快。像剪刘海的时候，就是大概每2个星期就要修一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得修，但是一般一个星期长的那个长度大概是这么多，很容易把控不好，就是大概2个星期就要剪一次，2个星期就要修掉，就要修掉这么多了。然后现在剪短之后我感觉我好像之前才就是就刚好是我跟他说大概剪到下巴这里，今天看都长出来这么多了，超过我下巴好多了。但是我也不敢轻易的去找别的 Tony 老师。虽然说学校附近的就是 Tony 老师很多，但是我就总害怕他给我剪坏了。但是我的那个 Tony 老师的话，就是说，不能找他找太频繁了。半长发什么，就那种中长什么，刚好落到肩膀上。就是肩膀上那种也尝试过吧，但是好像没剪过那种，就是那种带叫啥来着，带层次感的那种，
现在还不算，人家至少落到肩膀上才算。我这还不算落到肩膀上，还差一点点距离。对，再过一段时间就得重新剪了，得修两下了，不然就会很尴尬，超尴尬。对，它就是爽子那种，它就是那种剪了层次感，但我当时没剪层次感，我剪的是个卡卡其。扎起来就是能扎起来吧，就是刚好扎住这种感觉。扎个低马尾应该也还行，但我就觉得也就是这样，甩甩也挺酷的。啊？怎么就？因为就是扎起来的话，它就没啥东西可甩的了，就是很干练的感觉，就很干练。今天、明天发，明天。真女老板，你看我现在还穿个西装。可以，等它再长长一点就可以扎起来。cos 警察什么东西？嘎嘎嘎！扎起来就是老师，应该是那种白领，还是那种顶级白领，前端白领。什么久经战阵是什么意思？一分一秒，吐出来了。哎呀，这是蓬松感，这是空气蓬松感。就是要让它就是凌乱一点，就是要这样抓抓抓，然后搓搓搓搓搓，蓬松。对，两个小舅舅应该也可以扎起来了吧？感觉，啾，哎，也可以，拔错拔错。我还在想可不可以扎麻花辫，但是麻花辫应该不行了，不就是头发太短编不起来都是，我现在应该就是那种，就是大家交给我方案，然后在那里看方案，然后说不行，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我心里那个预期，我想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好，回去重做吧，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的，不，剧场的门已经足够宽了。是不是突然一下感觉就是看这张脸，觉得开始讨厌起来？五彩斑斓，我想要一个就是那种乌漆嘛黑的蓝。突然又想打哈欠了，忍住。No，不需要。No。乌漆嘛黑的蓝，我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它是那种感觉。我跟你们形容一下，就是它如果是一团颜料的话，它就是和在一起；如果是一大坨颜料，它就是比较黑的那种感觉。但你把它稍微一涂开，它就是带有那种微微细闪。和就是慢慢变浅的蓝色，就是你把它涂开之后，就会看到蓝色，然后和在一起的话就是黑色那种感觉。瓦蓝，哎，好像就是我昨天刚好在那个啥看到，刚好在抖音上看到有制作那个瓦蓝色的那个颜料的视频。对，就是颜料结在一起的时候是黑色，然后一涂开就带着细闪的那种蓝。但是那个蓝有点，就是它有点鲜艳了，它是很耀眼的那种蓝，就是那种透着光的那种感觉。不过确实很流行，
但是有大家都说那个蓝就克莱因蓝很显白，但是我又觉得那种颜色过于亮亮亮，然后鲜艳的那种，没了。不过这样也还不错，哎，这样显得更那个磨皮了。没有，他只是休息了一下，有电有电，他只是休息了一下。就更自然了，而且我的脸也不会反光。刚刚还想要不要补点散粉，感觉有点反光，要出油了，这样就更磨皮了。我喜欢那种磨皮感，可以，喜欢这种雾面的妆效。但我又是一个干皮，所以我就现在还在摸索之中。就像我前段时间刚买了一个那个气垫，然后因为我研究一下，因为我是干皮，所以我买了那个滋润款。但是滋润款涂上之后就是很奶油肌的感觉，我又喜欢那种雾面妆效，我就会疯狂的打散粉，然后打了就是脸上很厚重。可是我不是，我现在不是拿美图秀秀 P 的，我是拿那个醒图 P 的图。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磨皮，我都是用那个云敷模式。云敷模式就是不是那种加那个虚化加磨皮，它只是让你的肤色就是均匀，然后并且把瑕疵稍微的模糊一点。确实很高级，推荐给你们使用啊。没有呢，我就好像我现在好像就是用那个先用美颜相机拍。对，它就是很均匀，哇，高级，这是专业解释。对，也均匀那个，对，分布。就不是那种磨皮的感觉，那种你把磨皮拉高，有的时候感觉很假面，但是我就想要那种不是特别的假的那种，还是有一点的，尤其是我感觉就是额头这里还有鼻子这里，哎，时间一久就开始浮粉，晚安，好高级，还听不懂了，听不懂啦。嘿嘿嘿，因为其实我前天敷了一个昂贵的面膜，就是在那个啥握手的前一天晚上敷了我仅有的一张昂贵面膜，然后就感觉好了许多。我今天就没带那个美瞳了，今天带了颗普通的美瞳。那嘎嘎，可以可以，马上购入啊，马上购入。哈，那是因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还好，因为刚上完妆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等大概过久一点，然后因为出油嘛，你要补妆，当你再补上去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浮粉了。是你刚好趁着就是头发还蓝的时候多戴戴蓝色的美瞳，等以后再把头发染成别的颜色再买一别的颜色的美瞳。我好像之前买过的紫色的。呀，合影呀呀，不过我今天不是蓝色眼睛啦，但我今天是蓝色头发呀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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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现在真的是开始就是承包业务了，就是说，就是编舞呀，帮他们编舞。我又在思考一下那个啥，好像我本来觉得毕业离我挺遥远的。这还有偷偷吗？现在感觉大家都没有偷偷的喊好吗？大家都是很光明正大，就是说，那是因为那个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在上学，没有太多时间。就但凡我放假就还好。哪种毕业？不是那个毕业，是那个毕业。对，专业对口了。我还在思考，我说，哎呀，怎么办？毕业之后，同学们都去当老师，出去教课，或者是去当伴舞，或者去怎么当什么舞蹈指导。然后我说，那我怎么办呢？然后哎，突然发现了，哎，我也是有那个的，有出路的啊，对，到时候在团内给人编舞也是一样的专业对口工作啊。团内开班笑死，那我倒跳的也没有到那种开班的那个程度啊。一般要开班的老师属于那种基本功要非常扎实的，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其实学习舞蹈到练习舞蹈并没有太多的年份。如果带大家练基本功的话还不太行，我还属于那种基本功要提升的。但如果稍微是编那种女团一点的舞蹈的话，还是可以的。对，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我现在光明不是有光明，我现在的未来也一片光明。确实啊，确实。但是怎么说呢？就感觉因为我已经错过了那段时间，感觉现在，等上完这一学期，下学期，因为打基础基本都是在大一大二，感觉我可以多去蹭蹭他们的课。嘎嘎嘎！但是编舞的话，也不需要太提前，就是感觉来了就编得出来了，就是刚刚去帮他们，就是那个编了一下。哎呀，没有没有，纯属爱好，纯属爱好。但是感觉其实，你如果要说编什么女团那些东西的话，好像也动作不是很多的感觉。就是一些动作，然后反复的使用。对，就是一般就是那种做 wave，然后甩头发，然后就是打枪，然后转胸，然后扭胯，对，买编舞送助演，太好笑了吧？直接编完当场助演，笑死！good，就是但其实现在也只能建一些简单的编舞，太复杂了还不太行。本人就是对基本功没有特别扎实，对，我就是下周我去蹭课去了，因为他们就大一大二练的，好像还都是比较就是很多元素类的东西，还有基础类的东西。虽然我们现在也是在学元素啊，哈哈哈哈，太好笑了！舞蹈工作室，我到时候就把我的房间直接清空。然后搞个贴个镜子啊，就是私教课啊，小房间私教。怎么回事？现在听满脑子都做生意的画面。也就今天穿的比较精英了，今天这个看起来感觉偏精英啊，那就搞那种上床下桌嘛，我把床支到天上去，然后底下空出来，要么就搞那种折叠床，我真是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睡眠了都是，你们。
你们嘛，就是说呢，可以握手会的时候来，对，让我给你指点一下。但是如果你要说要给你教的话，就来不及了啊，接受指点啊。什么陋习装？大无语，谣言，谣言产生了，谣言，谣言。我今天可是遮得非常严实，请大家观看，没有一丝缝隙啊，没有一丝缝隙，纯属是因为那个下车下太着急了啊。他太着急，这个衣服本来是要扯一扯的，下车时候太着急了，忘记扯了。因为当时在，就是刚好在睡觉，刚一睡醒，就是说，不想穿吊带啦。我现在就是想，就是领子，我喜欢领子高的衣服。领子一定要到达这里，到达锁骨，好吗？低于锁骨的衣服不穿，打咩？好吧，我也不想。我本来挑了一套别的衣服，但是就是被别人给那个预定了，所以后来就只能选那个衣服了，也没办法。而且主要是早知道的话，我就在肚子上多涂一点东西，都没有来得及涂。我在这里就是我脖子涂老白了，结果肚子这儿一坨黑，很尴尬。咔咔咔。我本来选了一个，就是也是，反正就别的，高领吊带是什么东西啊？反正我觉得这套衣服，就这里面这件衣服是我的，就是现在的心头好，就是说一整个就是非常舒服，然后长度也刚好合适，就是说要往下多扯一扯，因为我现在这个裤子。它不是很高腰，什么？那也不行，胳膊也不想露，肩膀也不想露，我仅能露这一点啊，就是仅能露这一点，然后胳膊的话也是从这里开始露，从这里以下可以露，不热不热，现在空调房里多冷呀，那要注意。就是保护，就是注意那个防，不是，就是反正就是，对，保暖。嘎嘎，对啊，什么？保守主播，保守主播。我这样不也挺辣的吗？我觉得挺辣的。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再不抓紧机会的话，就没时间，就得穿厚衣服了。我这段时间其实有在后悔，我在想，为什么天要穿外套呢？就是明明这些外套要留到后面再穿，不然我现在穿的外套，到时候我穿点啥呢？到时候等天气冷了怎么办呢？不过后悔来不及了。哇哇不不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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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可是我5号想穿裙子来着，想穿制服，国庆都挺热，什么暗示我？好的，哪里有吊带制服呀？漏，我要大声的说一个漏。我怀疑你们就是想，只是想看吊带罢了。那我知道了，我说的是那个漏，那个漏，家人们。等我下次上班的时候，我就是穿这样，然后手里举一个吊带，然后这样上班。我知道你们就只是想看吊带，我就这样举着，拿个衣架然后挂起来。
还可以有不同款式，就是举一排，一排吊带，然后这样举着。这是个衣架子，真衣架子，什么？替我看看，太贴心了，友友们，很感动，就是说一个大感动的动作，真行走衣架，就举着，真的很冷，大家要保暖。你看我现在房间都冻住了，有被冻到。我今天带了充电宝，所以我的手机还是有电的。我快要调高一点，因为我刚刚想让它紧急降温，所以我就把温度调的稍微低了一点点。啊，不对，啊，不是，不是，不对。不过今天那个什么剧场确实是比较凉快，我跳完前四首都没有特别的热。我记得之前我马四跳完之后，我一整个汗是呱呱呱那样流，但今天就还好。感觉就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也是，排练上台一下被冷住，真的吗？但是我跳完前四首的时候，感觉还有点，甚至有点冷飕飕。对，当时那个汗真是汗如雨下。肚子饿了。对，是大家的内心火热啊。Good good。没有，我房间有囤货的，我房间里还有小火锅。等会儿那个，下播之后我就去吃小火锅。主要是那个椰子鸡，它就是份很少，它只有四分之一的那个鸡，它一份里面只有四分之一，就真的很少。我一个人感觉就能吃半只，甚至四分之三也可以。我刚又拿过来，我刚才想的是，我可以饿的时候吃一点，吃两口吧，人这样有点被饿住了。它只有那个，它只有单人份和双人，哎，我为什么不点双人份呢？好问题。下次一定啊，下次。大家现在还都还好吧？就是喝完之后，不过我看大家现在也都有出现，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天太冷了，对，那个温差太大，室内外温差太大，室外太热，室内太冷，然后你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属于一个大着凉的状态。那可能是你们就是很久没见面，然后太激动了，真的吗？如果他有那么大威力的话，下次可以多点一点，就是对，让我们就是通畅顺畅，怎么捏？它确实是有苦瓜，但是它不苦哎，它属于那种清爽感。那下次点香菜嘛，它好像没有香菜，但是我可以自己加。我在当时在广州喝的，除了苦瓜还有香菜。是吧？你看有人说好喝。什么？真的假的？还有人上瘾吗？对，我可以超市去买一捧新鲜的香菜，然后
开始我的特调，开始捣鼓。对，切碎，然后要用那种研磨的东西研磨一下。不辛苦，不辛苦，我还是怎么说呢？为了你们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吃到更多好吃的东西，我是不辞的劳苦，不，完全不用客气，真的。因为这次我还，因为我本来是就想在网上买，但网上买不着，我之前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给了我一个芹菜味的那个软香酥，我就想起来了。其实那块软香酥我没吃，我一直把它放到了过期，然后才想起来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就非常想尝一下味道，我在网上去找，结果网上买不着，网上他不给这边送，他好像只给本地送，本地或者附近的送，但是就是不给上海的送。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就说我想吃那个芹菜味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批发一箱，然后他就去了，然后说芹菜的缺货，然后就给我买了，就是那个经典口味的，就是我前天有发，诶，是不是前天，应该是昨天，诶，不对，现在12点过了，严格来讲是前天，然后就买了一些就是普通的味道，什么白云酥，然后什么黑豆、绿豆、红豆那些酥，是的，是的，对，很火，直接大缺货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现在立刻马上预定，在那个什么下次握手会之前应该能寄给我。请走开，对啊，你们要想缺货，肯定是因为好吃才缺货呀，所以你们要放心大胆。为什么会很火？那我也不知道，咱也没吃过，就是说，很有道理，是不是？这不是，人家是那种礼盒装，都是高级，就是还不是在那种普通的店面卖，它是在那种高级定制店，然后才能有的周边，就是大家都是不辞万里，然后去辛苦购买的，也不是周边，不小心合化了，就是特产。真的吗？想要，还没吃过呢。当然还有别的味道，就是除了芹菜之外，但我忘记都有些啥了。好像有紫薯什么的，紫薯应该还不错吧？感觉紫薯应该加热一下会非常的香。没有，放心，陕西那边好像也是不吃折耳根的。对，紫薯尤其是做成那种饼，很香甜。嘎嘎。说起来，我那个紫薯发卡，我一直在说，我说只要我不去专心的找它，只要我不去太刻意的找它，它一定会有朝一日蹦出来的。然后到现在也没有蹦出来。一点了。几点睡觉呢？打算也不要太晚吧。等会儿再回看一遍公演，然后就睡。是的，还是想吃的。毕竟放假嘛，就是还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今天吃完这顿，明天很晚然后就对。怎么了？可是你不明示，我不明白。什么吃上脑？谣言。啊，这样吗？说不上来，我反正都喜欢吃，啥我都喜欢吃，真的。咱也不挑，真的。
比如说就是什么烤肉店啊，人家都是只吃牛肉什么的，我是什么牛肉、羊肉、五花肉、猪肉什么鸡肉我都吃，咱也不挑，然后各种内脏啊咱也都吃。哇哦，可以，我也开始期待了。可是脑儿就是不太吃了，什么特？不过确实好像是长了一点点小的痘痘，这里长了一个，然后这里也长了一个，一点点一点点。豆腐脑喜欢的，但是就是那个感觉不太行，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次我造成一个心理阴影。就是之前有一次去吃火锅的时候，有人点了个脑花。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吃过，并没有尝试过脑花这种东西。然后当时我忘记是谁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脑花倒在那个篓篓里，就一般不是会放到大锅里煮，他是放在篓篓里煮嘛。然后那个篓篓本来就很小，就是汤也没有非常高。然后他把那个脑花放到那个篓篓里面，那个篓他就在那个篓篓里，就是很拥挤啊，很拥挤。然后一半在水面下，一半在水面上，啊，就是说，他在那一片红油里，然后开始就是抖动，就是有那种在鲜很鲜活的感觉。他如果不动的话，我感觉还好；他如果但凡是一个静止的状态，都还好。他是处于在那个篓篓里，一半在水面下，一半在水面上。然后它还飘着那个红油，你知道吗？红油就漂浮在它那个表面，然后并且它的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那个震动，啊，真的很可怕！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就是它但凡是煮在那个锅的大的里面，它沉在底下，它煮煮煮煮好了捞上来之后都没有什么问题，我是感觉我是可以吃的。但是它在那个篓篓里，然后属于那个。在那个楼楼里很拥挤，它是一个就是很拥挤，你知道吗？它还不是在宽广的那个锅里煮的，它是在拥挤的锅里，然后我就能感觉到那个脑袋就是在那种，在旁边就是旁边都是硬硬的墙壁，然后它挤在那个墙壁之中，然后在那里颤抖，然后就真的搞得人有点不太好，对，它还在挣扎。太可怕了！他又在那个红油之中，他想找到一个出口，但是他四处都找不到出口。然后，而且他本来是鲜活的，他下半身在水里面煮，他上半身还没有到那个水里，他上半身还在想要挣扎，然后在颤抖，那种感觉，我就真的觉得太可怕了，所以就不是特别的想吃。现在都有点晕晕的，就是说，代入了。对，我是觉得它跟豆腐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口感是差不多的，但就是那个冻菜是让人有点不太能接受啊。家乡啊，说不上来，说不上来，说不上来，但反正都很好吃。我现在看到"鲜活"两个字，我都要产生阴影了。但是"鲜活"这个字怎么说呢？就这两个字，真的是我当时听完他的那个讲述之后，就感觉人。就我当时只是跟你们说了半句话，但其实这半句话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把它说得很完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鲜活"这个词，在什么时候是鲜活的呢？就我感觉我是在舞台上舞动的时候，感觉我才是真正很鲜活。但是你们每个人都不同的爱好，你们在做那件事的时候，就是能感受到是鲜活的，对。肉夹馍，我喜欢吃潼关肉夹馍，老潼关肉夹馍，那种酥酥的那种饼皮，就是你在看到我的时候，你就是很鲜活的。
这什么话？可是我就喜欢吃那些油油的东西啊，我喜欢吃油炸的，喜欢吃，对，那种很胖的东西，就是说。什么看不到的时候都是 AI，笑死。那也不是，它里面夹的不是那种肉，它夹的是那种肉。啊，达咪，那不要不要红牛啊！救命啊！就感觉到你这一说，感觉你们就是脑子在抖动。我仿佛已经看到你们脑子在抖动了，救命！一辈子的阴影从现在就开始了，从现在开始，就是我能看到，就是你们人是很鲜活的，但是你们就是脑子在走动。恐怖片上映了，然后我没有谣言，谣言又开始散布谣言，红油打咩，拒绝红油，每次一说就又开始，啊！番茄锅也打咩，不可以进锅里！你们现在都马上给我出来，马上给我就是擦干净了出来。对，什么？不是刚刚才说进红油里吗？现在赶紧出来！No，现在不要给我提起脑子来，哦吼，哦，好可怕，好可怕！我不吃你们，我现在就要吃小火锅。饿，我还饿呢。等会儿小伙子，我等会儿就是把那盖子盖起来，然后听那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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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脑子都会开始想那个画面，很可怕，真很可怕。结果到时候就是盖上盖子，然后里面就是你盖上盖子之前里面是个菜，然后盖上盖子之后咕嘟咕嘟完了，一打开是一个脑袋，救命啊！害怕。对，这个话题到底是谁引起来的？大家马上给我翻上去，往上翻，翻到是谁开始讲这个脑袋的问题？我们开始群殴，当然不是我，我可没说，我当时在说，我只是在说那个啥，我刚刚说到什么吃肉，我说我啥肉都吃，我说什么猪肉。然后鸡肉、牛肉、羊肉我都吃，我可没提脑子，把揪出来暴打，说不定只是一个路过的路人，随便问了一句呢，咱也打不着是吧？更难过了，但凡是个实体的加工都是可以暴打的，但是只是一个就是那个。虚幻的路人的话就没有办法打了，怎么了？呀，有道理，说不定人家只是路过，然后已经结束了，我还在这里耿耿于怀，还在这里抖动了很久。
我没有骂你们好吗？我只是在，刚只是在表述那个心里的那些，对，嗯。什么？现在冬天有暖气吗？为什么突然跳到这个话题？好奇怪。还是有的，嗯。不过还是有一段时间会很难熬，有一段时间刚好是天开始冷，然后并且暖气还没有来的那个情况下，就真的很痛苦。尤其是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属于就是它那个暖气不能完整到达，就是我的房间属于那个拐角，你知道吧？就我房间有一半就是有那个地暖的，然后有一半刚好是飘在外面，也不是飘在外面，刚好窗户嘛，那片地板就冰凉的。刚还是我的书桌，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之前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属于，每次一回到家要开始写作业了，然后我那个作业就不是作业，我的作业，我人就很冰凉。刚好我的桌子还是对着窗户嘛，然后就是地上那个地暖也是冰的，然后还对着窗户，一整个瑟瑟发抖。所以我就会悄悄的把作业拿到床边去写，就是会就是趴在地上，就是。坐在地上，我才不去客厅呢，我去了客厅要被我妈盯着，我不要被她盯着，我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啊，屋子布局我能搬动那大床吗？啊，那挂满衣服的衣柜我能搬得动吗？那当然不行，而且桌子冲着窗户还挺好的，我蛮喜欢那个感觉的，确实，最大的恐惧超过了严寒。对，我还偷偷玩手机呢，现在已经开始无所畏惧了。对，我会就是烤我的袜子。但是，怎么说呢？我记得之前有那个暖气的时候，那个暖气是专门用来烤袜子的。后来地暖的话，就不是很适合烤袜子了。地暖的话，我会那个啥，就是不是烤干净的袜子，大无语。就是我会这样，就是我会到冬天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羽绒服嘛？我是床旁边放那个地毯的，所以就是直接就是脱掉衣服，就是扔在地上，然后就把秋衣什么都丢在那个地毯上，然后再拿那个羽绒服啪往上一盖。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衣服都是暖暖的。你如果光把那个衣服随便往地上一扔的话，你早上起来它只是有一面是热的，它挨着地的那一面是热的，上面那一面就还是冰凉的。所以你要把衣服就是那样平，就是稍微的不要堆在一堆，你稍微把它摊开一点点，然后用羽绒服盖在上面。然后起来之后，整个羽绒服内部也是暖暖的，然后秋衣秋裤什么也是暖暖的。穿上时候就会很舒服，就差地暖了，大无语，你怎么知道女生的袜子就好了，不说袜子了，对，烤手套也很不错。我记得之前学校是那种暖气，它学校又不是地暖，学校是那种暖气，就会有人偷偷的在那里热牛奶，但是热牛奶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因为之前在学校里爆炸过好几次，就是那种袋袋装那种酸奶。还有牛奶什么的，你们肯定没喝过那种银桥的那种奶。你稍微热一会儿的话还是好的，但是像有些人他会忘记，你知道，他早上一来学校，然后往那儿往暖气上片一放，然后就去上早操，早操回来之后，砰就爆炸了。对。但是热一热牛奶真的是非常好喝，我现在就非常想念那个味道。我想喝草莓味的和蓝莓味的银桥酸奶。很好喝，对，那种塑料袋的，它会就是会炸掉，纸的还好，我没有，哎，不过这样也可以，我下次就可以发那个银桥的袋奶给你们喝了，不然每次就是光有吃的没有喝的，而且要是点饮料的话，那种饮料是就是比较庞大，不是很好，那个，对。好耶，让我回去搜刮一下。把他们烤卷。
可可奶，嗯，喝倒也是喝过，但是我不经常喝。好吧，我找找它，说不定现在更新了呢，更新包装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你要先把头发打湿才能烤卷嘛，你要先把头发打湿，然后再卷起来，然后再烤。大枣味儿我也喝过，我之前就喝过那个早餐奶，我记得喝过早餐奶，好像不是早味儿的，应该是那种小，就是那种小麦味儿，什么，反正就是那种燕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反正就早餐奶，直接给喝吐了，喝完就吐，那个就感觉有点太腻了，还有核桃奶什么的，当时喝完真会吐，还有什么燕麦早餐奶，对，是的话，碳会直接断掉了，我知道了。但是暖气片又不是夹板，夹板那样就是紧贴着的话会有危险，会烤焦的。但是就是暖气片的话还好，不是，是我自己带的早餐。我们学校哪有统一订早餐？我想小学时候有没有？小学也没有，小学是在食堂吃。不行，我不要说到吃饭这个话题，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甜牛奶也好喝，但是我那个时候都不是喝甜牛奶。我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是到了上海之后才开始喝很多那些甜牛奶，李子园之类的。我们那边没有李子园，好吗？我们那边不喝这个。我也是到了上海才开始喝的。行，不聊了，我要去吃饭了。豆奶也不错。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喝牛奶，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初中的时候吧，每天早上喝牛奶的时候就会想呕吐，然后后来就换成喝豆奶，然后或者喝豆浆。好的，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我也去看回放了，拜拜，边吃饭边看回放。